大家好，我是芒果，今天分享纺钩短针的钩织教程。纺钩短针一般用于包包、发夹还有小饰品的收边，会让边缘看起来更立体更好看。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当我们钩织完最后一圈要收边的时候，常规我们是往左这边顺时针钩织，那纺钩呢就是往右边的方向逆时针钩织。第一针是在这个针目来钩织，稍微拉长一下线圈，钩针反穿过针目，带线出来，照线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钩针穿过针目，带线出来，绕线穿过所有线圈，不断重复这样的方式钩织完这一圈。好，钩到最后一针这个地方，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针目里再钩一个纺钩短针，接着断线，然后把线头缠到织片的里面。好，这样纺钩短针收边就分享完了，是不是更立体更好看呢？你学会了吗？我是芒果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。